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来吃一个下饭菜，湖南的酸菜小笋。酸菜小笋收到货，用那个加点油炒一炒，加点盐就可以了，喜欢吃肉末来点肉末，喜欢吃辣椒来点青红辣椒更有食欲。嗯，拌饭拌粥绝绝子，吃面条吃米粉都可以来上一点，很下饭的。嗯，这样拌个饭，拌起来。今天酸菜小笋有少量的库存，还是给它19.9发三包，一包可以炒一盘，238克一包。它里面是微酸微咸，收到货加点盐，加一点点盐炒就可以了，很下饭的。笋子吃起来脆脆的，真的很下饭。今天找人家吃饭呢，吃个那个鸭翅，红烧豆腐，这个红烧鱼块，今天全是好送货。猪头的炒辣椒，嗯。白菜，白菜，对啊，下来。
Okay.